现在呢，我们是现在的时间是这个所谓的乐理跟音乐欣赏的音乐的时间，是音乐尝试时间。那因为我们现在还是我们有三位长笛的小朋友会在我们这个线上，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必须采用连线方式上课。但是因为学校的投影机我找不到那个它的那个输入的那个孔，那它没有另外再设，所以呢，只能勉强各位同小朋友你们就看我的荧幕，电脑荧幕。好，那个如果已经是这个在长笛的小朋友，你们本来就已经应该线上应该会有我的谱的。我不是都会印了横的那种谱，你们可以印下来，那也可以不想印了，因为太花钱的话，也可以不需要印那个东西。我先分享一下我的谱出去给他们哦。好，那我们上礼拜呢上的是什么东西？上礼拜讲的是一只哈巴狗哦，是吗？还有印象吗？好，那我先把OK，等一下。姚启浩，你这样子的话，请你注意一下，可以吗？你一直碰我的那个弓的弓毛，弓会坏掉。它毛坏掉，因为它不喜欢你的汗。谢谢。老师，不好意思，如果看不到的，你们就可以再站过来一点点，这样看好不好？先勉强一点点。只要你们，你应该没有到，你们这两个女生可以看到吗？看，瞧一下自己，瞧一下位置哈。好，我们上礼拜学的是一只哈巴狗。我知道了，我现在有个问题，就是我没有开麦克，我没有开我的喇叭，所以我听不到现在哪里。好，上礼拜我们学的是一只哈巴狗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跟大家讲，先介绍弦乐器。所有的弦乐器已经从最细的往最粗的数过去，所以第一条弦一定是什么？最细的弦。那最细的弦是第几条弦？没有，是第几条？这个数字是第几？对，最细的弦一定是第一条弦，大家了解吗？最细的弦一定是第一条弦。所以刚才我在下这个指令的时候，我们有部分的小朋友还是搞不清楚状况。我说我们现在把弓放在第一条弦的时候，还是有人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。好，所以这一定要清楚，这全世界都是一样的，最细的弦一定是什么？第一条弦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上礼拜有练习一个节奏，什么叫做披萨方块吐司三明治，披萨方块吐司三明治。 OK， 好，那我想现在先请这个，我们先请这个目前在线上的这个小朋友们，好不好？好好，那我一样先，还是就先请那个，我看一下哈，我看一下名单，抱歉。好，佑生，来，请你帮我等一下顺序这样说：披萨方块吐司三明治，方块吐司披萨，方块吐司三明治，方块吐司披萨。因为发现我的规律，我是有规律性的。一二三，有听到我声音吗？有，那你知道我刚才的规律性在哪里吗？有规律的。我刚才的有规律性的东西是从左边到右边，再到左，再往左边走，再往右边，左右走，你会发现，有吗？没有。好，我再听一次哦。披萨，方块吐司三明治，方块吐司披萨。方块吐司三明治，方块吐司披萨。好，你试一试看看。好，开启你的麦克风。好，请准备。好，开始啊，自己拍，请拍。披萨，方块吐司三明治，方块吐司披萨。怎么一直卡卡的？是网络不好，对不对？不是你不好，是网络不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网络重新连线，那你可以再一次吗？我们这边现场有人在看你哦，快点。好，吕若生是这个男生，他是吹长笛的，长笛的小男生啊，大哥哥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谢谢。老师，你要开始吗？披萨，披萨，吐
司三明治，方块吐司披萨。然后又回到方块吐司，我没有说停就不要停哈，好，没关系，谢谢哈。好，那我要我那我先请一个现场的小朋友喽。好，那我想请这个，好，周敬轩，好，周敬轩他已经举手了，好，那请你帮我站到这边来，站到这边来念，我要镜头要看到你，好，好，这样子啊，请准备哦，披萨，方块吐司，三明治，方块吐司，披萨。方块吐司三明治，然后请准备，预备。知道我在干嘛吗？好，请准备了。好，那先念一下，开始，预备。等等等等，手要帮我拍鞋，拍鞋，帮念一个。很棒哈，好，谢谢。那我再请一位我们现场的，现场的小朋友。好，那那个新鬼，新鬼来。等一下，我会请出街团。那个，你们不要玩那个现场的那个桌子上面的垫子，都不可以碰。不可以碰垫。那是别人的东西，不是我们的东西哦。谁再碰一次，直接扣二十点哦。啊，看我是，你看我就说我们是有摄影机吧？我不是跟你们讲，我们现在是连线出去的。我下礼拜是连线给家长吗？今天是只是我们内部连线，下礼拜会连线给家。所以你们如果上课不乖乖的话，连线出去不要怪我，没有先事先说好。好，我们请这个新葵准备，预备开始。好，没有问题啊，谢谢。好，那我可不可以请一个线上的小朋友，线上的有没有线上的两位，剩下两位小女生，你们有没有谁想愿意自愿呢？雷安还是平平，谁愿意试试看，好不好？有没有人？没有人就请吴老师点了。雷安，你先啊。好，雷安。好，雷安来试试看哦。试试看，没有关系，你一定做得到的。那我们来一起来，预开始。披萨，方块吐司，三明治。方块吐司，三明治。这样。还不错，不要害羞，好不好？不要害羞，你很棒的，你做得到的。那我接下来请婷婷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今天要好好进行下去了。嗨。Hello， 你好，该你喽。我是海，该你了。来，上。好，继续啊。好，我有看到你很认真的把节拍拍出来了，但是我没有听到念节奏，没有关系。那我们先到这边呢。好，上礼拜呢，我们有继续进行一个什么一只哈巴狗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说一只哈巴狗，然后汪汪，对，叫你们拍，对，然后坐在家门口，眼睛黑黝黝，像是肉骨头。好，这个大家，所以你们看到拍手的这个地方是几分音符？八分音符，哈，拍手的地方是八分音符。好，请那个，我看一下哈，我要点名哈，七号，请站出来。杨奇浩先生，好，那我现在来点了啊，来点，来奇浩，请站到这边来。当我唱一只哈，其他小朋友帮我唱好了，一只哈巴狗，然后他拍着你站在这个位置，因为摄影机要对到你，摄影机要对到你，好，好，请准备了，奇浩，那现在是奇浩，你可以再站过去一点吗？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小朋友来帮忙一起唱好一只哈巴狗哦，准备。等一下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，来。一只哈巴狗，坐在家门口，眼睛黑黝黝，像只肉骨头。好，再一
一次，可以拍大声点吗？越拍越小。可以拍大，对，有人说越拍越小，再一次哦。好，你们在唱的时候，啊，长笛的小朋友，你有帮我注意到我的音符有高有低？啊，长笛的小朋友，你帮我看到荧幕上的音符有高有低？好，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代表我们的音的高和低，音的高和低的意思哈。好，那我们再试一次喽。好，请准备喽，预备，开始。一只哈巴狗坐在家门口，眼睛黑黝黝，像只老虎头。好，谢谢，好，请回座，来守夜。拍手来，帮我拍节拍哦。是拍手，快点。站过来，站过来。好，站过去，不要拿琴，站过去。拍节拍跟刚刚旗号一样，好，请站到中间来，站到中间这边。好，眼睛看这边。好，那现在请你们帮我认真唱哦，预备，一、二，开始。线上的小朋友，今天帮我念一次好不好？我相信这个对这个右声应该很简单，请你念一次给我听，上去跟下来。很棒哈！啊，为什么我说很棒的意思？因为原因是因为很多人知道怎么上去，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来。好，知道怎么上去，因为下来一定要哆西拉嗦发咪瑞哆。OK， 那我现在再请那个，这个舞阶团小朋友啊，安，好，该你哦，要上楼梯下楼梯说一次给我听，请准备开始。上主跟下。哆瑞咪发嗦拉西哆，哆西拉嗦发咪。哦，你音超准嘞，不错哦，好，谢谢婷婷，来婷婷，婷婷来，开始，该你了，来，走，瑞，瑞，咪，发，嗦，拉，西，哆，嗯哼，西，拉，哆，好，下来，哆，西，哆，西，拉，嗦，发，咪，瑞，哆，好，谢谢，那我现在请我们现场的哈。现场的我来看看今天谁啊？冠志，该你。好，就站起来哈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好，可以了，这样看得到你。好，你要往前站吗？看到谱吗？看到这个音符啊，来说一次哆瑞咪发嗦拉西哆，都下双面哆。哆瑞咪发嗦拉西。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哆我没有写了哈，然后下来西。西。继续。哆。啊，你该不会真的是那个不会的那一个人吧？我跟你讲，上去哆瑞咪发嗦拉西哆，下来是哆瑞咪发嗦拉西哆，说一次，哆瑞咪发嗦拉西哆，还真的呢，你没发现我故意讲错吗？你们现场都没有人发现我讲错吗？对啊，是哆西拉嗦发咪瑞哆。OK， 再说一次给我听。哆西拉嗦发咪瑞哆，哆西拉嗦发咪瑞哆，哆西拉嗦发咪瑞哆。这边有声音，你要说念的，要念的，不要发出乐器声音。哆西拉嗦发咪瑞哆，说一次。
那哆西拉的 L S 拉，哆西拉不是发，再一次来。哆西拉。哆。发。咪。瑞。哆。好，所以小朋友们回家要帮我一定要会念这个东西，知道吗？好，请回座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进行到一个热面包，我们刚刚说哆来咪发嗦拉西哆，哆西拉嗦发咪瑞哆。好，那请问一样的好，帮大家复习一下，我们今天已经会唱唱名的时候，接下来我要教大家最简单的几个英文单词，因为现在双语教学，台北市啊推出双语教学，所以现场呢我们还是要教点英文，好啊。我们看到小猫咪，猫咪的英文怎么说？大家一起大声的说出来，包含三个。猫咪的英文怎么说？嗨。那狗狗呢？好，那大象呢？好，那这个青蛙呢？长颈鹿。好，蚂蚁。小鸟。好，回到猫咪。好，所以它就是 C。它就是 C D E F G A B C。好 ，C D E F G A B C 就是这样子的顺序。好，请帮我记得哦。那我们如果以后说到哆的时候，你要马上能够反应它是什么 C。如果我说到咪的时候，它就是 elephant， 就是 E。那我现在想请问，我考试哦，我现在考试哦，你可以用算的，没有关系。我想先请这个，那不如就我看我名单哦。啊，新奎，我如果问到 so， 你要告诉我这是 ABC 的什么？来，眼睛可以看这边来算算看，是什么动物？然后是它的字母是什么 ？so。搜怎么是 cat？ 是狙什么？狙刃是不是？哆来咪发嗦，是不是狙刃？长颈鹿，懂吗？所以说，如果说到搜的时候，你就要说什么狙，知道吗？啊，游戏规则就是这样子啊。好，谢谢，请回座。好，那我可以请这个圆。那我现在问你哦，我如果问你 Ray， 你要告诉我什么？算算干嘛？豆 ，ray 就是豆哥，豆哥什么 ？D， 所以 ray 是谁 ？D， 做一次 ，ray 是什么 ？D， 这样知道吗？好，所以其他小朋友啊，那我们线上的小朋友，你知道我说什么吗？知道什么？我说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的请在这边比一个大叉叉给我看，不知道的请比一个大叉叉。那知道的请帮我在头上比一个圈圈给我看。这头在痒是不是？啊，又是你的 OK， 好，都知道我说什么哈。我们下礼拜来大挑战哦，现场的跟线上的哈，我们来大挑战。当我如果说拉的时候，然后希哲就要告诉我是什么。不是，怎么会是 F 呢？拉哆瑞咪发嗦拉 ，and 拉 A， 懂吗 ？and 拉 A。好，那我如果说小鸟的时候呢？小鸟的时候呢？那我就请这个，哎，有人举手了，新奎是什么？啊 ？B， 很棒哈。好，那我就请用你哈回答我一下。如果说发的话呢，你就要告诉我什么？字母是什么 ？F frog 发，这样了解了吗？啊 ，frog 发。好，那这样到这边哈，我们今天会先跟大家讲音名跟唱名，这个就是所谓音名 A B C D E F G。但是呢，我们的音乐的所谓的音名哈，它不是先从 A 开始哦，它先从什么音开始？那我来问这个，今天还没有领到彦辰对不对？彦辰，好。英文音乐的音名是从什么音 ？A B C 的什么音开始 ？A 还是 B 还是 C？ 哪一个？不知道。叶晨，你不知道，请你帮我看一下，这边排头最前面的是谁 ？Head C 啊，对不对 ？Head C。好，那请你要知道哦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是，我先报告一下时间哈，先报告一下事情，下礼拜开始。下礼拜开始，现场的小朋友，
先请代表团，但至少两位，哪两位？西哲，好，你知道我要干嘛吗？那你看，好，静轩跟西哲哈，静轩跟西哲，请在镜头这边走出来跟大家挥挥手哈，这样子叫做负责任哈，这叫做西哲，这个叫做静轩哈。静轩跟西哲呢，下礼拜在9:20的时候会现场 live 直播独奏。独奏，独奏什么？请你们问你们自己的老师，不要太糟糕的曲子，就是说你要会拉的曲子都可以，随便都可以，你要会的曲子，啊，你会的曲子啊，下礼拜你要，那我们这个直播呢，会直播到 YouTube 上面哦，爸爸妈妈随时就可以看哦。我会把连干嘛？不可以，为什么？会害羞，对不对？不要社工，为什么？怕大不好，是不是？好，社不公开，把爸爸妈妈看。然后再把链接给他。对，我们社不公开，然后连接再给大家。然后那个点数表，现在先给我点数表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个长笛的小朋友，你们也要准备独奏曲子哦，之后也要准备独奏曲子哦。那再跟吴老师讨论。那他们现在收点数表时间，我先那个，以下时间先交给吴老师。点数表先给我。还有谁还没给我？点数表不要折烂，拜托，要不然会很难看，我就会很难记。谢谢。首页里的人，不要掉工，这是你的乐器吧？我说我不珍惜乐器、啊。谁在掉乐器就直接扣30点。谁又掉我的东西？掉工啊！阮奇浩，你真的下礼拜就是你，今天也是你，刚才也是你，现在也是你。再一次，下礼拜你自己准备乐器。刚刚来了呢。首页你的呢？刚刚你插进去是哪一首？给点数卡呢？搞搞看。上礼拜就两张纸而已。我记得我有上礼拜我刚才。今天早上有迟到的那个、啊，没有准时的那个。没有准时吗？他没有准时吗？是啊，我是跟他没有他，我是跟他是他。那你们一起来没有不准时啊？8:30。那你们是8:30吗？没有啊，我们是8:30。你8:30啊？你要干嘛？他没有啊，他也是到的啊，他都准时啊。他等于是啊。首页你的呢？我们三个现在聊他等。我是教代表团的小朋友，不是教你们。你们是8:30，他们8点就来了。然后我看看你们衣服谁没有合格。我